喺香港，我哋去咗今次州咧，佢喺香港係好大力推揚瑜伽體嘅，尤其喺學校裏邊咧，佢話推到瑜伽體嗰間學校咧喺中小學，而家啲房下教學都有嘅，同埋佢係本身一個好斯文嘅文學家同埋學長，但係想睇唔使得啊！隨時邊位上嚟同佢玩啦，佢個徒弟俾你打到飛起㗎，個個啊越大隻嗰啲。你嚟啊！就越打得快嘅。咁誒嗱，我哋講師條咩咧？好似推你有人啊，推過嚟，我佢感覺喺邊度嚟啊？嚟幾快啊？係咪有師條啊？呢個係咩咧？推過嚟，誒我跳啦。頂係咩？推過嚟頂啦。咁我哋又唔頂咧？阿松個頭又唔識師條喎。嚟咁多我就試過，飆到咧我就將佢霸咗。呢個就係我哋係推手嘅好簡單嘅平衡。這個就是基本推手的要求。還有一樣問題出了，文無第一就武無第二，不要被人推倒，那怎麼辦呢？不是練功啊，你是比武啊，一來到就不被人埋身頂住了，一來到起了槓，那怎麼練功啊？哥哥練功是什麼？被人執到埋來，這樣才將個腰腿功夫練得好，咁第時有咗功嘅人點砌都得啦。哇！一嚟到硬起曬槓喎，咁啊自己師兄弟咧應該將呢個肌骨咧攞走，將嗰個我哋4×4推手咧點樣行功法會，點樣去化咗佢，將個腰腿功夫上嚟好。但係千祈唔好同人問武就俾人推到咁樣啊，大佬！同人問武你慶多啦，唔會再嚟噶啦。就喺度咁樣啦，咁你要分清嗰個界限，什麼是比武，什麼是練功。